哎，美女，等着等着，停下停下，让开让开，我要过去啊，回村里面。你回村，你家在哪里啊？就在村里面啊，村尾。现在疫情期间，你走远一点，走远一点，跟我说话。远去哪里？你的口罩呢？口罩，没口罩。没口罩不能进哦。我回自己村，怎么还要戴口罩，还要拦着你干嘛呀？那肯定啦，现在疫情这么严重，是吧？严重就严重啊，关我什么事？我回自己村。那个、村长吩咐了，凡是外地人员回来了，必须要戴口罩，不管你是谁。村长是我大伯。我管你村长是谁，他肯定会给我进去了。我管你村长是你谁，只要是从这里过的，都必须要戴口罩，不戴的话。都不让过，这是村长吩咐的。怎么有你这种人呢、啊？怎么工作的？那你这里有没有口罩？给我一个。我这里啊，我这里用完了，刚好用完了，没有了。用完了。是啊。那怎么办？去外面那个商店那里买。去，不要走我那么近。还要走那么远？赶紧去，没有口罩是不能进来啊。口罩戴上了。哎，停下停下停下，口罩都戴上了，怎么还不给我过？那个绿码出示一下，还有那个行程码。哎，我说了，拿绿码。行程码呢？行程码。哦，那个48小时那个核酸。48小时核酸呢、啊？是啊。哎呀，不准进，不准进！没有48小时的核酸证明，不能进。那个村长已经吩咐了。哎，这怎么样？可以走，不要离我那么近。快点回来、哎，走远一点，走远一点。又得去做核酸，我真的是。必须要做了那个核酸才能进，没有那个核酸证明。能不能一次性把话说完了？让我跑来跑去那么多屁事。赶紧去做，没有做了。回到村口了，还搞这种。我都没见过你是不是这个村人。哎呀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核酸证明，看。哦。出来了，结果。那个要登记一下哦。那么麻烦呀。自己翻到那里登记一下。自己村人还搞这些。对，这里这里。哎，你怎么咳嗽啊你？哎呀，喉咙哑，那咳嗽不行啊。咳嗽？你那个疫苗打了没有？疫苗啊，没打。没打，没打不能进哦，必须要打2针才行啊。哎呀，打什么疫苗？谁说要打的？哎呀，不用打了，来这个。不行不行不行！天气那么热，去买点水喝。哎呦，不要靠近我！哎，走，去买点水喝。走远一点，还咳嗽了，外地回来不行了。那个疫苗登记也登了，一核酸也做了，口罩也戴了，我都到村口了，我一都不回。不要紧，来走，走开，拿开你的钱，那个。走开！那个防疫那个疫苗没打的话不能进。哎呀，谁说不能进？村长，村里面的那个文件都出来了，你以为啊？疫情这么严重，还从外地回来？回个家那么麻烦，不进了，不回了。真是，不回你不回嘛？那手续一定要通，不然的话你去到哪里都不行。怎么有这种人呢？整天给国家添乱，现在国家号召去到哪里都戴口罩，勤洗手，那个疫苗要打，那个核酸要做，不然的话你去到哪里都不行的，净给国家添乱。疫情防控人人有责，口罩一定要戴，绿码一定要绿，行程码要绿，疫苗一定要打，核酸一定要做，加油加油。